就是比较省水，然后它能够抗恶劣的环境哦，所以在我们海边地区就是种的也会比较多，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意义。那最近我们常以做的那个溶机的研发，像古马的采收机哦，那我们所研发的一些新的机械也会在这次的展览里面去做展览。那我们今年哦来展示的摊位哦，应该是算是大爆了，总共有91个展示的摊位。那这个摊位里面是我们的青龙，还有我们的这个农业摊位哦提供的哦，那有应该是可以很多的内容。那我们公司就更不用讲，待会我们网友上场哦会跟大家做一个报告。哎呀，放在毕竟琳琅满目，也都是我们这个我们公司提出来的这个产品的哦。那我们今天比较特别的哦，刚刚我跟那个副所长哦就特地从议事所走过来这里。精心布置的一个东西，待会我们副所长要跟大家做报告。那我们厂里跟它相接的地方有一个山坡，我们也特别感谢宣保局帮我们做了整治。如果说大家吃的比较撑的一点，需要运动的话，可以到那个西九坡那边走一走，那个就会那个帮助消化，那心情会比较不错。那我们今年在我们的这个活动里面，我们还加了几个 DIY 的活动，就是玉米的 DIY 哈，那这个还有那个丝瓜肉的 DIY 哈，那就是说大家能够从做中学，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总而言之啊，活动非常的精彩，那希望就是我们在礼拜六的时候，大家能够光临我们西施所跟我们台南厂所来参观这个农业的实验。那在这里就谢谢大家，谢谢。这个王理事长，那也代表西南建所黄忠旺部长来到当地，非常之大家要比较来参加这一场的台南。那刚才王厂长在引言的时候讲说，今天刚好他来开场。那瞻望呢，就是望。那望哦，我们期望哦，所有的相关的参与活动，厂商跟农民借由这样的活动，就望，哦，就是探望。那今天的你看南开厂，它精心布置这个玉米组合。那我们所里面的恒春分所呢？他推出了一个垦丁一号的清除玉米的，专门供应草食动物，特别是鼠牛啊、鹦鹉。所以我今天也用这个黄色的领带来应景。那玉米清除呢，大概是我们畜禽类草食动物加上这些的。那我们的垦丁一号呢，跟南开厂研发的这个病殖玉米，或者说其他人在用的玉米是用途是不一样的。我们的中间的穗子是嫩米，因为嫩米哈，草食动物它没有上门牙 ，DNA 一搞没得起来，所以我们的消费者呢，我们的新竹玉米的消费者是最大的是牛跟羊，所以我们要应景做品种改良，所以我们研发。我们恒春分所研发的陈家正分所长跟王博士他们研发这个垦丁一号的。那东西总是要保存，所以我们另外一个选择就是怎么去保存这一些青稞玉米。你细切了以后，量产大量的时候，我借由乳酸菌或一些特殊的菌种，我在制作清除的时候。我就给你添加下去。这个今年我是专属授权，有产协合作专属授权。那开封以后呢，那就大概弄加姜菜嘛，腌制的那些泡菜，那你要保存。那你开封以后呢，姜也变成菜，那我们借我们的这个清除菌的开发呢，你开封以后它的品质能够保持稳定，所以。无假给空，给空掉啊！消费者饮用的
新竹一名。那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卤用系哦，它需要高品质的单价啊，很多东西都是从国外的豆科市场进来，所以我们利用合作伙食的技术，提高这样的清楚的原物料的蛋白质的来源，让牛吃得更健康。那我们一系列活动，其实南改场呢，跟我们唇齿相依啊。当初以前拖得起，我们也不是说割让，没有割让的问题，就是其实是双方虽然有一定的边界，但是各位媒体先进跟与会的贵宾，你们都可以感受到，其实我们是没有奇异的分隔的，人员的交流，很多南改场的现有的同仁也是我们那边来的，我们的组长哦也是从南改场调到我们那边去的，所以其实同仁之间哦都是合作的，其实没有秘密的。那连续举办七年，哦，今年是第七年，跟种苗促进发展协会一起举办这个，那其实活动越来越盛大，南改场这边的摊位越来越多，我们那边大概也从以前的五六十，现在已经来到快八十个摊位了。那种苗跟种系群是所有农系的头，整个育种品种的改良要花费几十年的功夫。那我里面大概一系列的台湾黄牛，然后高阶，然后北斗白耳，还有最最惨淡的那个鼻梁喷锁的罗氏山鸭，哦，还有我们的台湾的黑山羊，种种还有西式土鸡，你们平常消费到除了农作物啊，你每天吃的卤肉蛋，哦，都是从种系群种苗来。所以我们为什么很重视这个头啊？那借由今天的这一个记者会完场，那我们也希望礼拜五，这个种苗节的活动就开始了。那礼拜六是主场秀，那欢迎大家惜家待见。那各位媒体先进朋友，能够播报的一些农业科技、农牧科技的这一些成果，其实每一项成果的研发，大概都有一段的故事跟历史，那个才是真正可贵的啊！希望各位媒体先进多报道研发的成果，一个正面正向的一些报道。啊，记住，我们一系列活动是圆满成功，那也记住各位媒体先进跟各位贵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刚刚。小王大王都报告过，现在由我最老之老来报告大家。我们知道，国是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天。人民若你要让他吃饱的话，他绝对会乱。当然，吃不饱绝对是会乱。那当然，没吃饱也不一定乱。但是我们种苗业就是。在政府的那个大力支持下，我们就是想说，不只让我们国人能够吃饱，而且也能够吃好。啊，刚好今天这一次你就是薏米就是一个可以让你可以吃饱，也可以吃好，因为薏米有很多品种，它实际上它品质是相当好的，是可以让它吃的这个很愉快的。啊，另外有些。一些像淀粉类的，对，就是给大家吃饱。那当然，今天这个记者会也希望借助媒体朋友，希望透过你把我们这个在本月份的24号、25号这个活动，尽量把我们宣导出去。啊，也有借助在场其他的朋友们，非媒体记者朋友，借助你们把我们的活动宣导让大家知道，希望把我们这个活动。能够让国人能够知道，让我们的那个整个农业的有优良的生活能够展示，因为我们这一次展示不只是静态的展示，有一些知识性或者一些属于新的
产品的各方面的展示，给大家看到。另外，我们现场还有水现煮玉米，有四家公司提供五个品种，而这五个品种有些你是在市面上吃不到的，但是你可以用这个机会让大家吃到。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借用各位能够鼓励我们全国的朋友们，在24号、20号能够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让我们这个活动能够更精彩。今天谢谢大家的莅临，谢谢。都是玉米，好，以动物来讲。青稞玉米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主料，但是它有一个缺陷，就是它的蛋白质其实不是很够。那台湾目前的做法都是从国外进口所谓木薯的干草，但是这样子的消费是比较高的。那如果我们今天有足够的土地，然后能够生产豆科的主料，就是大豆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怎么样把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操作方式。那这样的方式其实我们还是用旧的玉米生产的一个系统，包括它的机械，所以全程都可以机械化，同时播种，同时收获。那收获完之后，经过细切之后，它马上就可以制作成清楚。那制作成清楚，主要的目的是在于说，很多的东西我们一收获下来之后，它的养分会一直流失。那我们要把这个养分保持住，然后维持一个长期的，我们一次收获的量很大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把这样的东西的养分保持住，然后慢慢的我们依照每天的要使用的量去把这样的清楚给拿出来给牛羊使用。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会做成用这方式去做成清楚，既有玉米也有大豆，等于是可以补充的一部分我们现在常常在草食动物里面所需要的一些饲料的部分。那针对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是有这样的质地的时候，其实提供了就很多的能量来源。那在清除的制作上，也会跟传统的青稞玉米它的等级是差不多的。那既然等级差不多，它的能量又更高，那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做一个栽培的耕作模式这样。那你那个干燥的那个除虫方式是怎样？清除的话，这个是没有经过干燥，就是等于是收获完之后，它会经过机器的直接细切，细切成一个大概1公分左右的一个小的草罐。那我们就是直接把这样的料去挤压，排出它的空气，然后让它去维持所谓我们这些草料的营养，让它能够保存的比较一个长久的一个状况。那基本上的话，都是还是会它还是有水分在里面的，不会是完全干燥的一个情况。